快速烤肉。哦，你要颠倒呢？啊，现在在烤肉，我们在试吃当中，我们改用海盐，但是因为海盐它的咸度不跟我们一般的盐很相像，所以它比较淡，所以我要求自己吼，以后要做要专业的那个烤肉的话，稍微重一点哦，海盐算重一点。好，我把它都不够咸了啊，不够咸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现在看我弟现在做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鹌鹑。鹌鹑，鹌鹑是一种鸡吗？还是一种鸟？鹌鹑就是鹌鹑，鹌鹑，所以很纯的意思，就是。对。所以现在是做什么？现在用盐巴吧。先盐巴稍微上那个均匀出一下。所以这是要用烤的。不知道谁剥的那个。是那个羽毛都还在，应该是爸。所以这你剥这个鹌鹑，听说这个鹌鹑是你自己养的吗？对啊。那你看到他们这样会有点难过吗？我帮他们祷告。哦，好的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已经淘汰的嘛，就是已经生了好几次。这个？对啊。没有，这是都公的。公的。哦。对，公的。所以它不会生蛋。公的不会生蛋。哦。对。好的，好，现在。发了它的脚中，两千，你吃哦。是，我还没吃过鹌鹑的那个呢。烤什么鹌鹑？有吗？鹌鹑的肉在卖？有在卖，专门卖那个。有。哦，是哦。